接朝上，深吸气，记住延伸，挺直腰背，吐气向左旋转，收紧这腿之后再吸气，吐气向后仰卧。那我们几个呼吸之后，直接转回，身体稍微向后倾，手撑地，可以的话把右腿往回收。所以你的膝盖是上下相叠哦。如果你呼吸之后，我们就松开双腿，放松动一动。那有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扣到这个位置，你就直接收腿的时候不要收，直接扳正你的脚，把筋圈抬长。吸气吸气的，脊柱延伸挺直。呼吸鼻右肩，手指撑地，转身向后。直接身体向后倾斜，支撑地板的右腿，再把左腿再收进来，两脚相叉。如果你可以腰再多一点，就是上的。好，再吸气，把脊柱拉长，把肚子向下。吐气的时候，肚子慢慢往前，靠近你的大